喂，但係呢啲閨蜜嘅聚會係咪而家 for Super Girls 嚟講已經越嚟越少？因為大家都各自有各自嘅一啲 project 忙緊啦，係咪？係啊，我覺得我哋係偷通常出 trip。休息的時間就會有這個 moment、所以不是很長的，每一次我們都要好好珍惜、不過我覺得我們在保姆車的時間都算是開 party 的、因為我們都幾可以調節自己，我們一做事就做事，然後上到車大家就唉，然後之後就會說回最真實的自己。其實在保姆車我們都聊幾多句、其實我們應該下次司機是不是要戴 headphone 他知道很多秘密，我們姊妹來的，我們下次那個訪問應該在保姆車去做，是不是、我們裝個 cam 在那裡，是不是整件事就由他們自己自發性說，不用問，因為他們自己爆了東西出來，停不到的，停不到的。